给他父母留了坏印象，接下来就是演戏了。你妈这是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你别生气，我坚持，我妈早晚会同意的。那也不用这么羞辱我吧？啥意思啊？你们家有，你们有钱人是不是觉得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？你别瞎讲，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。那你让我怎么想？你妈钱都砸我身上了，50万，说实话挺诱人的，普通人十几年的工资甚至更多。你妈就一句话的事儿，你要给哪怕你多给点啊。说实话，你今天是不是故意在我妈面前那样的？包括你每天刁难我，都是你有意为之吧？果然他还是猜到了。我感觉我们不是一路人，我不想一辈子抬不起来头，你懂不懂？我从来没有让你抬不起来头过，我妈那边我会想办法的。算了吧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吧？你压根就没有想过跟我结婚吧？你妈啥意思你听不出来吗？我都听得很明白，你妈就是希望你找个门当户对的，例如你前任那样的。所以说我们别浪费感情和时间了好吗？我说对了吧？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吗？小易，我承认你很好，你对我非常非常好，但我也只能记你一辈子。钟岩，我也记你一辈子，但不是爱，是恨。对不起。滚！我都能坚持，你为什么不能坚持啊？借口，你找的都是借口，最不用心的理由，我勉强还能接受，只是偶尔别问候，留不住的人，与养男人的将就。